去做新人出身的啊！你这无去做新拍摄，我太阳下你唔通啊！神话故事边的小麦田，四月十二号，一大群人伫咧大石头卡伫遮咧挂小麦。有社区的居民、神话故事的学生，也有家己报名来参加。大家拢是大姑娘做花轿，伫咧田里捞着汗水，一探小麦的庐山真面目。全家一起来吗？对对对。那觉得说割小麦的活动怎么样？就可以让小朋友体验一下那个农村的生活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没有什么机会接近土地啊。你在去割什么东西？啊？小麦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知不知道小麦做可以做什么？面。做面，做面。唔捌做过事的讲，挂小麦对因来讲是真好耍；捌做过事的讲，一点啊石头嘛是感觉真趣味。我较早咧，我过车了咧呢。哎呦，原来拢手工挂的。嗯。一罐茶几克。妹妹八十。妹妹八十。你感觉讲吼，工作安尼做安怎好无？好啊。啊。安尼对环境搁较好。好。哟。安尼比这环境较好啦，安尼搁有美化啦，对。啊，较早这片啥物货？哈，较早这拢啥物货？较早这片拢迄落啥呢？拢枯啦，有枯啦，啊，搁着草足多。哦，系啊，啊，即无只，哦，我那咧认领来吼，安尼做这迄落环境嘛加较好。哦，嘿。会当将着原本生满杂草、芒虫的空地啊，变成小麦田。区公所的用心得到民众的肯定和破声，区长李宏兴就讲，这拢是公所员工和社区居民的做伙拍拼。咱这两块空地吼，差不多伫咱县化一个出入的足重要所在。那么过去也未家己用进前呢，咱的草拢覆到规身人管，啊，广告看板拢踩到规个拢无整理安尼。我所以这边透过引用的动作，我是希望讲，将咱遮诶出入线化诶路口重要诶地点吼，甲整理好清幽，啊，互大家吼来出入遮，也是住伫诶遮附近诶居民吼，会使有一个足好诶环境。那么另外呢，我嘛想着讲，透过咱诶经济作物来甲当作景观作物来种诶时阵吼，吼一方面，互咱诶较都市诶人吼，会当了解着讲咱遮诶作物诶生长诶情形，啊嘛当了解着讲咱即块土地其实是需要爱护诶。对着讲，为安怎当初会来选择要种小麦呢？李永兴讲，这其实是公所用心良苦的所在。有人讲，咱食过真侪，拢捌食过面包，唔过唔捌看过小麦，甚至唔捌挂过小麦。啊，所以咱这边吼，首先是透过咱北管理交咱文政里的阿伯阿姆嘛吼，来遮播种吼，啊，即摆已经会使来收成啊，啊，希望讲咱将这播种了的成果吼，要来分享予咱的所有的朋友。看到神话区公所以市民参与的角度在推撒空地啊绿美化，而且也升级到种小麦，赖市长是相当的懊恼。咱这个神话区里区长吼非常用心啦，啊，台南市政府呢推出了讲社区啊这个空地应该爱尽量活化、绿化哦，啊作为这个社区民众一个好的生活的空间，咱神话区公所里区长啊率先响应。啊，过去呢，伊即块空地有种过乌麻啊，吼，啊，即摆种小麦，啊，除了讲会当提供一个绿色的空间以外呢，嘛会当互附近的人，也是吼，新囡仔会当了解乌麻也是小麦啊本身的种种，我感觉讲这意义真好，啊，我嘛真希望讲吼，啊，咱其他的里吼社区的这个理事长，啊，也是咱752个里的里长。其实拢会当运用本身伫里内社区内底啊，这个空地吼，啊来给活化绿化，也让咱台南市的社区愈来愈水，自然咱这个都市就会当愈来愈水。只是加一点仔用心和卡思，鲜花小麦田伫个汗水中，就让人看到了市民合作甘心的快乐。这也都是赖市长常常在讲的，区长若做了好，市长就无烦恼，市民当然也会懊恼。黄金麦田赞。